示范敲三个方块，用力敲，对对对对，对对对，它会改变你的动作，好，大概是这样。好，这个练习的过程这样 OK 吗？然后是透过这个全息的影像呢，它可以跟我们异地连接。那我们就主打就是3D 时空跟4D 的空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到松山文创园区这边，那个松烟二号广场、松烟二号仓库这边。那我们等等要去看一下那个 TCCF 内容创意大会，那他在松山文创园区这边展览，可以体验 VR、AR 等等东西。Xbox 的 Party On 他们也有在这边参展啊，那等等就去看看他们今天的生意如何。那我们就一起去那边看看吧。那早上也有其他事情，所以晚上才来，不然所以今天又下雨，也许会蛮少人的。那它是免费观看，然后我们就赶快进去看看吧。哦吼，我来到这个 TCCF 创意内容大会未来内容展。第一个展场应该是 VR Game Lab 高雄的那一个，我任何一个 VR 的体验都没预约到，所以只能看他们玩了。哇靠，放了超多 Quest 2。可以进去吗？可以啊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哦，好热。哎呦，这么多人。Hello， 你是你吗？什么东西？网友见面。哎、欸，对 ，Hello， 你是你吗？哪个？因为我刚才想说，拿一个这个，然后，哎、欸，有对到，嘿、欸，好像是谁？哎、欸、，Hello， 太好笑了。等一下介绍一轮。好啊，可以啊。我要先坐一下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那可以录吗？我就继续录哦，好啊。耶耶！听我看那个你是你吗？有，你是你吗？对啊，那边人潮真的是没有这边那么多了。如果你们这边是有，很亲。谁？谁？你是谁？哎、欸，你好。哎、欸，我刚刚在偷看，偷窥你。Hello， 你好。哎、欸，刚刚是你在插，我以为你是一个就是一个体验者，然后我想说为什么体验者要在那边插，我想说这个体验者也太好了吧，负责任的，对，很负责任的，就是你挥下去之后你可以控制 AI 的钢琴师帮你决定音高，所以就可以很轻易的做出钢琴曲啊。真的吗？对，类似双手在上面比个圈圈，对，好，让它感应一下，有了。好，其实这个是非常简单的，我们做的是非常适合大众。那我们先示范敲三个方块，用力敲，对对对，对对对，它会改变你的动作。好，大概是这样。好，这个练习的过程这样 OK 吗？然后分别是低音、中音跟高音。对。好，我们准备开始喽。好，来，那个，哎，对，是中音就可以了。5、6、7，好，开始。请开始你的表演。没事，你的尽情可以。因为其实我们本身都不是音乐制作人，但是用这种很简易的方式，可以让我们简单的跟 AI 一起创作音乐。他等一下会直接创造一首歌。对，但是初步的融合而已。那如果比较进阶的，会让我们最后的产品去。好，那接下来它就合成那个曲目，但是这是非常简易的。那如果比较进阶的，会让我们的产品去，大家可以再去试试看。那我们等一下就一起听听看喽。感觉高音的部分蛮多的，哦，低音的部分哦，是不是节奏的？没有，那这个心情先从高切入，然后慢慢来。好，那我们下一个，是心理打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开始。
个音乐到第二关节。好的。OK， 来，请我们移动。Yeah. 老师挥手 ，Hello。Hello。其实老师他一直在上面等我。哦，没有，其实老师不在现场， oh. 老师是在其他地方，他可能在垦丁、屏东这样。但是透过这个学习的影像呢，它可以跟我们异地连接。那我们就主打就是 3D 时空跟 4D 的空间，然后再打造 5G， 结合 5G 的这个高频宽，可以透过这样快速的延迟。对对对，没有延迟。那你随时都可以跟老师比 OK 或叉叉作品的。然后等一下就要带着你音乐开始，就是教学舞蹈了。开始表演。对对对，开始的表演了。你之前有学过跳舞吗？没有。都没有，完全零基础。没有。重训呢？重训加减有，加减偶尔的。老师可以出来一点哈。来，来看看。Hello， 我是今天老师，我叫 Vicky。Hello， Vicky。那没有学过跳舞的。对。好，那我配着音乐来一次哦。好，我会加上人气扫描，我跟着老师走就可以了。我们就是用渐进式的方式学习，然后每天帮你区分好难度。如果你想要跳不同风格的舞蹈呢，我们就是 App 里面应用出来，就是我们的这个学习舞蹈 APP， 大家可以进来看一下。好，假设我要学习这个好了，我就点进去。好，开心给你看，老师呢，你最终可以学成怎么样的舞蹈？恭喜你获得87分的高分，分来我们从头再看一次。87分。对对对，87分不能再高了，不能再高了，再高就87分。好，来看一下绿色的部分，就是其实你跟老师的动作是一致的。那红色的部分就是，还需要再多一点改正，这样。目前为止还行，还没红色啊，出现了，一点点，一点点，出现了，一点点。系统觉得你还是需要再努力一点的地方。有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蛮好的，87分，恭喜你，好，也谢谢你参加我们这次的体验。好，谢谢。那我们旁边都有产品展示区，都还是可以去试玩看看。好的 ，OK。记得拿你的手机哦。OK， 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可以进去看吗？可以进去参观吗？好，细枝细雨，好。我走大风车，好吗？是，谢谢你。